跑的迷糊了的来自你多的份钱。这可是不是多的好使一点跑的。今晚还觉得能上了他的腿。昨天晚上落雪光把这些裙不都吹掉了是吧，在这儿你知道我在擦海卷在那儿，他那你给我拿个尺头来你的空吗？对对，我今天在买点这笋哥笋哈，你看我这儿快红了，快还有点红了，拿三根那个来上不上，哎呀这红的还要停你也红的好，它就越停没得这一分点弄啊，你要是提这一分点的就有心思了，没心把它全部挖起来，全部挖起来吧，等它分子亏了，他等这一拿就回家，有的走去推多的份儿，可不然跑后面的也可以了，他那去把磨子洗净，有的接点韭菜多久再放点心饭，要放你的苦菌好，那就推下后面了，下了开始填这个，这样好重哦，这样脖子要重点，没经常推，这个走这多你回家再放了就拿一下哈，推这个就是不能推太轻了，推太轻了它就落不好了，好吧，我们这个脖子一直不用还不行的，没得你们老左耳根好推哈，最后一票了哈，好好，快了！哇，好安逸！你得摸下来哈。啊。它自然从挨噻，这胡色就开始落了。有的。我女友。可以，这个人。生活是四万里面最一的。哎呦，等着拉这份钱。喂，第二趟亏了。哎呦，这螺蛳的锅巴好香哦。亏哈。哦。啊，锅头调火大了，它都。调了吧。好，终于磨完了，开始下粉洗了。有点瘦子的这个的，好吃宝宝，好吃啊。真安逸。光推这种牛的粉就是有点下不大锅哈。这些国家你看这些事情这个啊，就是既就有软滑有韧 Q。就是说你买呀，这种精神也好点哈。我给不安逸，就做不来。做不来。这金针配件安逸不？再不到成，这比较鸡精的香。喂。今天他在买馍子，推也不要推。推也费点了好多。转推好了。哎，这个有重啊。俺没当用过了。是啊，还等我，还叫吗？还唱。